你在这做什么？你们是不是傻？我骑着驴能追你们马吗？这驴腿有马腿长吗？不跑了，累，绝对不跑了，是是。大哥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是自己人呐、啊。我膝盖都卡秃噜皮了，手也受伤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呢？这超奇怪。王爷，你不会是怀疑我吧？真不是我，我就一路过。真的，王爷，听我解释。你还有其他事吗？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果真如此，你们先说来听听。禀皇上，据查实，杨家委托张家的人买了个盐田里。滚！此事不能忍。公子扬言大婚当日，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，是卖开的不能出摊，做生意的无法开门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请罢了，不能忍。皇帝，有一次君王到了城水了，我就提个兄弟吃两分，结果这钞票没得，结果五分钞票都没付过了。皇上，不用吗？杨家军打死个人子，打了我的内线，这人子绕着脸绕着黑，还长指数，等我来走了后头，把他小红给我搞，把了我的这药呗，药品好像拿着呢。啊？有这等事？皇帝，给哪家在我头发的家族了？你偷了金老了，等我骨灰开做官的生活，已经在那不一样说给不了，叫我不肯走。就我姑娘们不服，你太给人背了，背的不要说给，就因为我姑娘因为吃了麦饼都拦我了。皇帝，大哥，晚年极度危险。是要准备个走犬，给他贴的吃的都是那些百度的药。你辛苦了，我辛苦不辛苦？哎，皇上，好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